一个月以后，池铁生也恢复了伤势，杨志亮才秘密把我们移出了日战区。我到现在还记得，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们的谈话。佩服我，这怎么可能？我说的是真的。这么跟你说吧，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我从小啊胆子就特别小，别的男孩子都去抓个鸟、捕个蛇什么的，我呢，喜欢的不是花就是草，而且越小越喜欢。你比方，哎，像六叶菊这样的，这小小的一朵，看着打心眼里就喜欢。 鲁迅先生也喜欢花花草草，他喜欢木槿花和丁香花，郁达夫还把牵牛花称作招龙。你们都一样，都是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人。你呀，才是真正的厉害。哎，你的枪法这么好，而且在这么多鬼子里面杀进杀出，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跟你一比啊，哎呀，我就是个胆小鬼喽。其实以前我真的觉得你挺胆小的，但是，一个胆小的人，敢配合刺杀日本中将吗？会冲进枪林弹雨里救人吗？ 能一边晕血，一边做完整台手术吗？我觉得，为了拯救生命，可以直面自己内心无底黑洞的人，才是真英雄。反过来，和你相比，我倒觉得我是有问题的。你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的问题，我跟谁都没有说过，包括他。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正义的勇士，还是一个只喜欢杀人的魔鬼？其实开枪本身，它只是一种技能，无所谓对错。就像教书之于先生，写作之于文人，治病之于医者一样，你有天分，有兴趣，肯下功夫把这门本事练到最好，这更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对错。 是你的枪口要对准谁，是你能不能分清楚你针对的目标。我是个杀手，我的目标是任务决定，不是我。他也老是跟我说，一个狙击手的枪下。 只有任务，没有情感；只有目标，没有善恶。这才是最高境界。这我不同意。枪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枪口下，或许每一个目标只是一个抽象的任务，但在人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情感？ 那一条条生命，怎么可能没有对错和善恶？那你说，我该怎么做？不要问目标要除掉谁，但你的心，心中有善良，有正义，你就能分清目标。
有善良，有正义，我就能分清目标。你说的真好，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分清我强家的目标，绝不枉杀任何一个无辜。那我们说定了。我答应你，从那以后，我就不再一味地听从池铁城的安排。每次任务之前，我都会认真地调查目标背景，核实目标情况，再做决定。池铁城因为这个很不满意，也不开心，但我还是坚持。可我没想到的是，我唯一一次的大意，杀的偏偏是杨志良。1946年，抗战快结束一年了，没有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可以杀了。我这个狙击手一直无所事事。后来我改行做了木雕，这是我除了狙击之外唯一会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池铁城又来找我，要我帮他一个忙，除掉一个叫韩生明的目标。韩胜明是谁啊？为什么要除掉他？池铁城说他是中统派来打入军统的内线，中统军统本来就是对头，窝里斗得厉害。抗战结束以后，他们斗得就更厉害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军统中统要合并成保密局，为了争取保密局的控制权，两边什么手段都使上。那段时间搞得人人都自危。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参与。可是池铁城跟我说，韩生明想要趁着松江反内战群众集会刺杀秦鹤年，再嫁祸给军统，想趁这个机会搞垮军统。以秦鹤年的资历和威望，如果韩生明真的既是军统身份又是中统内线，以这招来搞垮军统，确实很毒辣，也很管用。所以你是为了保护秦鹤年，才答应池铁城的？不光是。那还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次行动的挑战性。池铁城跟我说，军统虽然掌握了韩生明的中统身份，但是拿不出证据，所以表面上韩生明还是军统的人。如果明着杀，只能落人口实，弄成一桩无头公案。因为这个，池铁城提出了拆分瞄准和射击，实现子弹折射的刺杀创意。这个创意太独特，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一开始，刺杀方案只是个雏形，但是随着一次次的难关被攻破，我无法自拔，越陷越深，迷上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在这个案件的所有资料里面，并没有发现相关韩胜明的任何线索。根本没有什么韩胜明，这一切都是个幌子。池铁城要杀的就是秦鹤年，他知道我是不会干的，所以才编造了一个不存在的目标。那你就没有去核实这个目标？没有。帮我一个忙吗？
韩生明的情况，我去帮你核实。 那次我相信了池铁城，没有亲自去核实目标，也就在行动的那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杨志玲。他还带我去拜访了一位松江的故人。到了，就在前面。就这里啊？啊，走吧。 是我，文谦。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咖啡厅里聊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他也知道我是有任务要来松江。刻的真不错，比以前有长进。说不定将来还得靠这手艺混饭吃呢。 可不得下点功夫。可你跟子舒说，你和池铁城来松江是有行动。那是他的行动，我就是来帮忙的。哎，你说晚上才能带池铁城去见小雪和子舒，那行动的时间是在下午。 了解我们的规矩，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哎，那目标你核实过了吗？核实过了。最近太忙了，分不开身，不过我叫别人核实了。别人帮你核实的，可靠吗？放心吧，开枪之前分清目标，我答应过你的，我不会忘的。 对你，我一直都有信心，这就对了。哎，走了。这个送我了，我留个纪念。 这个太旧了，找时间我给你做个新的，保证比这个强。孙谦，记得你答应我的啊！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走了。 我当时完全没有在意他最后的那句话。 没想到他要提醒我遵守的，远不仅是送他一块木刻的承诺。如果我当时说出行动，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杨志亮也不会在2个小时后死在我的枪口下。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下午他会去钟楼广场？他怎么知道目标是清河年？
他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事先提醒我，反而代替秦鹤年走到了我的枪口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整整三年。原来杨志亮在跟我告别的时候，只是隐约地猜到了池铁生的目标可能是秦鹤年，所以没有办法跟我核实，也没有办法提醒我。他只能紧急地联络了你，海鸥，也是你帮他查到了这份绝密的刺杀计划。但是你也没有想到，他会代替秦鹤年走到我的枪口下。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他既然知道目标是秦鹤年，为什么不阻止他去钟楼广场？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牺牲自己？我想，是因为他遇见你，因此猜测这场刺杀纯属巧合。如果他告诉秦鹤年，这次是可以躲过去。可是，一场没有完成的刺杀，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更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而水母组肯定会再次行刺。下一次就没有这个运气了。秦鹤年肯定也躲不过去，所以他才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向这个社会证明，确实有谋杀秦鹤年的阴谋。而这样，保密局也就不敢再对秦鹤年下手。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那么了解水母暗杀组，了解沐浴，了解杨志亮和我的关系，甚至知道那块木雕小樱是我的信物。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他牺牲之前唯一的联络过的人。我以前居然还以为你是要拿他跟我做交换，其实你只是想告诉我，他知道走到我的枪口下，还相信我是个好人。
报告组长，专案组反暗杀教官苏文谦请求复职。全体都有，戴帽，站立！起来，快点，他们快点，要进来赶紧前进了，到他们给老子快点，到他们快快给我走，到他们没听见老子的命令吗？给老子快点出发，走。司令，都给我出去！是是。有话说。有屁放！账房昨天中午到的宋江，一天不到两次遇刺，而且两次都是动用的水母暗杀组，两次都是用东家做的饵。东家还好吗？现在是我在问你，账房的事情，天知地知，我知。叶副官职，还有一个人就是你，不是你装停俸漏的风，还他妈有谁？那你还等什么？动手啊！我要你跟我说实话。你明明知道不会是我，要是我想坏你的事，大不了当初对你不理不睬就行了。犯不上给你出主意，让你去找东家，搭好了桥，再来拆你的板。我有必要吗？司令，除了庄老，就剩我了。没事，都出去。
是。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用不着拿命来表忠诚。我着急的想知道东家到底怎么样了。东家只是用来做饵，保密局是冲着账房去的。不过两次都失手了。司令，要不然真是巧合。毕竟账房刚投工，这纱衣锦板也在情理之中啊。也对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真是漏了风，哼，上面也好，姓钱的也罢，不早就炸了窝了？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谁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自己看吧。马上天就要塌下来了。胡教授呢？胡教授呢？喂，是我，请讲。师傅在吗？在，什么事儿？刚刚收到毛局长急电。师傅，说。园丁，防虫工作为何一再失败？王自行，现十号车厢改赴横州令已下达，行动正式开启第二阶段。务必做海虫归巢，以保大局。毛元峰，电报完毕。我知道了。师傅，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让郑鹏、冷乔去盯着共同专案组，他们在医院待不了多久。重点盯那个在医院看到的女公安，有任何问题马上汇报。是。那我呢？知道莱恩斯镜片公司吗？知道，瑞士开的，全松江最好的光学镜片公司。今天下午共党专案组会派人去这家公司预约最好的光学师傅上门调试步枪瞄准镜，你去把这个预约的详细信息查出来。是。来到西点房，你说句话呀，庄老。你要我说什么呢？打从南撤起，我就一直很担心老蒋这个驱狼吞虎的计策。现在果不其然，两日之内，两翼齐令，把我们都赶到横州城边了，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我就问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劝动廖杰？你要我劝什么？劝什么？我只是一个空头司令，我能挡得住这份军令吗？啊！现在，除非廖杰站到我这边来，你去找廖杰，只要他点个头，我马上就可以召开作战会议。在会上，我会提出，现在救援横州的时机不成熟。只要他带头表态支持我，违抗军令的责任我来担，我来担总可以了吧？唐司令。我的话他要是肯听，咱们就不用那么费事了。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如来真佛只有一尊，东家。账房不是找不到东家了吗？再说了，
即算找到了，廖杰和东家不是已经翻了脸断绝了关系吗？东家的话廖杰未必会听呢。有一句老话形容的好啊，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平日这一老一少两个倔骨头啊，是谁都不服软的。可是一到大难临头这个节骨眼上，这儿子还是儿子，老子还是老子。唐司令，咱们算算他们是不是已经翻脸三年了。有件事儿你不要不相信，我告诉你，廖杰的这儿有样东西都已经三年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哎呦，廖大军长啊，你扶我这个闲职参谋，我怎么受得起呀？啊？这么说，也只有等账房找到东家了。没错，想让这个愣头青违抗军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叶副官。哟。告诉账房，救援横州的作战会议我可以拖到今天晚上再开，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找到东家，带回东家给廖杰的话，否则一旦廖杰主战，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阻挡不了，和共军在横州城下你死我活了。是。泄密的事情怎么办？那可是攸关生死，不防好可不行啊。你去找76师的邓师长，就说是我说的，叫他借一部电台，以后这一部就不要用了。是，我这就去。找一家好的干洗店，把西服洗烫一下，要快，我下午可能就要用。师傅，我明白，一肚子问题想问。行，我告诉你，苏文谦要为共党拿枪吗？莱恩斯镜片公司？对，那是全松江最好的光学镜片公司。一定要找最好的光学师，按我刚才说的要求，尽快把瞄准镜调整到位。好，马上就办。欢迎回归。谢谢。转移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我检查过了，没问题。跟全长也打过了招呼，路上的安保工作做好了，随时可以走。署长。啊，对不起啊。正规几点？
刚刚收到的。易先生，我要马上见温师长，现在。我干这一行十几年，只有一次失手了。3年前刺杀秦鹤年，是因为秦鹤年的秘书居然提前得到了消息，替他死了。事后我去追查，我发现唯一可能泄密的地方，就是当时局里电讯处的一个女电信员。他偷看到了只有局长级别才能看到的一份绝密暗杀计划，并且给秦家打了电话。如果秦鹤年的秘书是空的，那这个电讯员就是他的下线。这个女的知道自己会暴露，在行动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是事后看了她档案的照片。知道他是谁吗？你是说，可是说在一起的那个女的就是？一开始我也觉得巧啊。可是苏文谦他开了枪，破了自己3年前的誓言，然后去了趟钟楼和共产党解释案情，我觉得顺理成章。可是他解释完案情，为什么要突然和这个女的单独离开了呢？原因只有一个，说明这个女人和当年的案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您是说，她就是当年那个电讯员？对。可这跟师叔要为共党拿枪又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还不明白苏文谦什么性格？优柔寡断的，你跟他讲道理是说不通的。你要在他的面前，现在你摆一个他的债主，他就会觉得哎呀，心里愧疚啊，觉得自己8辈子都还不清。而那个女人，苏文谦，一定是欠了他的私债，要还给他。这么说来，师叔还是个挺重感情的人。狙击手只有任务，没有感情。是。那镜片公司又是？一般的狙击手呢，都习惯用普通的瞄准镜。可是苏文谦他喜欢把瞄准镜改成4.5倍，他既然要拿枪，他就要去找光学专家改装他的瞄准镜。哦，对了，他不是打坏我2副瞄准镜吗？就这么算了。就算他不知道是我，打个5折，也得还我1半吧。师傅，您不会是要去找师叔吧？怎么了？可他现在也太危险了，是不是？我不跟他当面锣对面鼓，难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苏文谦去投共了？
他才跟共党在一起搅和多长时间，我呢是多年搭档，我不比共产党更有资格把他拉回来吗？左手雕刻着宝剑，战斗对右手道别昨天，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胆草汹涌的平淡，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相识不语，一生万语千言，答案背后的答案，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放下再拿起笔一支烟，结局总会峰回路转。